文看似排列几何图形，实则用中华民国跟捷克双方国旗的组合，存在重要意涵，象征双方友好关系。最近这一款外交口罩爆红，因为昨天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率领89人访问团来台，他们就是带着台湾上一波捐赠的口罩表达感谢。而这一次呢，在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的促成下，口罩国家队再次替我方外交尽一份心力，很有心，也设计了一个台湾跟捷克的国旗的这个爱心国旗的哈，然后写了一排英文字叫 Strong Together。就是大家在一起会变得更强大。除了排列国旗充满活力的鹅黄色口罩之外呢，还有黑色底爱心口罩。另外这一次最大的亮点是这一款高科技口罩。可是我们突破传统的做法，我们中间是用一个科技膜，所以你洗了20次之后应该还能够保持医疗口罩的水准。口罩国家队助攻拼外交，捐赠20000个医疗口罩以及200个科技水洗口罩之外，主要是期盼疫情早日远离，同时借由这一次的口罩捐赠，希望可以让两国交流更加频繁。